你还在用传统的热水壶煮水吗？真的可以淘汰了。我真的很不喜欢这种传统热水壶，不过喝个水还要等它变凉，非常的不方便。这台 G Plus 尊爵版逆渗透开饮机能够瞬间加热到你想要的温度，不像传统热水器为了维持水温必须不断加热，非常的耗电。重点，这台不需要安装，只要插头插上就可以使用。妈妈，我想要喝水。好，我帮你装。家里有小朋友都知道，每天都要自备水到学校饮用，一般热水壶大概装1500cc 就没有了。这台尊爵版开饮机外水箱有8.5公升，超大容量，就算家里人口再多也都没问题。而且它有6种水温可以选择，想喝冰水也可以。妈妈，我要喝冰水。小朋友喝什么冰水，大人才可以喝。还有这台更换滤芯非常的方便，只要关闭电源，徒手转开就可以更换。妈妈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我会。好啊。哇，我好方便。很棒哎，而且它滤芯一共有3道，不仅有 RO 逆渗透，还有 UV 消毒灯，让全家人喝水更安心。对了，该更换滤芯的时候，机器会自动亮灯通知你，非常的贴心。哎，家里人少，我们还有小容量，小家庭专属。阿妈妈在哪里买的哈？当然是486团购啊，现在有独家甜甜价，还不赶快行动？最新好吃好玩只有在486团购。